还看到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21号宣布，第36届东盟峰会将于6月26号以视频方式举行。越南政府门户网站当天援引越南外交部的消息说，作为2020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总理阮春福将主持峰会开幕式、全体会议及关于数字时代的妇女赋权特别会议等环节。东盟国家外长非正式会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部长级会议等相关会议将于22号至24号举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阮春福3月致信东盟各国及相关国家领导人，提议将原定于4月上旬在越南中部城市岘港举行的第36届东盟峰会及相关会议推迟至6月底举行。